要进行福袋时间。好，我们看谁来决定位置，因为你们很多都没有玩过新制啊，新的锦标球速大比拼。请问哪一项的球类运动是全世界速度最快的？三个人请派个代表往前站，准备剪刀石头布。他赢，他先打。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啊布，加油啊！啊布布布，哇！祖雄可失顺命。选项有什么呢？看好啊。羽球、高尔夫球、网球，哎，答对，你先选羽球。哎呦，这么有把握，你第二个选。你选怎么了？网球，那你就高尔夫，这没有办法，被分配，对对不对？准备，正确答案是羽球，恭喜你！因为这个网球的速度是里面最慢的，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选网球。网球的速度是每小时时速263公里，高尔夫球349.38，羽球不好意思493，它的初速拍面接触的那个速度瞬间493，太快了。恭喜答对，你们决定答题速度，来数据怎么样？谁做？你们做第一，第二，第二个，好，选祖雄。好，一二三，就这个顺序来进行我们的新攻略的机会赛，就位。研究员蔡尚华进入到我们机会与命运赛事，提醒各位在机会赛分成三个回合，坐在机会区努力成为答题英雄，而在命运区决定的是你们的奖金，最后只有一组赢家，请开梦幻大门。即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包括了人体工学椅组、机能背包组、电动跑步机，10万大奖呢是葡萄酒鲜饮机，20万大奖是家庭剧院组，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把我们的奖品带回家喽！加油啊，魏华轩，杰出的世新学妹，请加油！新攻略机会赛，请助理。不注意很容易会中暑的，若发现身旁有人中暑时可以怎么处理才是对的呢？ A 将足部抬高， B 酒精擦拭身体降温。我的答案是 B。 锁定。将足部抬高是在做什么样的处理啊？为什么要铁腿啊？就像啊美腿铁腿的时候，哦，踢腿的时候啊，因为它可以让那个静脉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啊，那就是会脚的乳酸就会代谢的比较快，哦，应该是这样。你知道足部抬高跟中暑无关，所以先删掉。你也不知道酒精擦拭身体是不是对的，对吧？其实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们都不会用酒精擦拭啊。那你那时候骑车没有中暑啊？有啊，但是我们就是刮痧，就是不会用酒精。哦，刮刮就好了。或者是淋水，把那个头淋湿，这样冰块降温放在脖子，让整颗头枯荡一下。对对对对，所以我也在怀疑这样子。酒精擦拭身体来降温是吧？来揭晓。哒啦！这个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那么国健署要提醒大家哦，一旦面临中暑的状况的时候呢，最正确的做法其实应该是把他的衣物呢稍微把它松开一些，然后把它移到这个阴凉的地方，那稍微呢可以喷洒一些水散热，也可以用冰袋呢放在这个颈部啊，或者是腋窝或者属膝部的地方，也可以帮助加快的散热，以及把足部抬高，增进血液循环。但是有三步切记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不要乱服用退烧药，否则对于身体的机能来说呢会影响太大，而另外一个呢是不要乱喂那个人喝水，如果他的意识已经是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容易呛到咯。而第三点呢则是不要乱用酒精擦拭哦，因为酒精呢会很快的蒸散掉我们的体温，所以会让你的这个体温有很剧烈的变化，对于身体也是会影响比较严重的。撕开他的衣服拖至阴凉处，我下次知道了。给他一点酒精，那是减湿不一样。白痴啊！好了，非常的可惜，大力旋转移，祖雄准备，请助理。运动量增大容易会肚子饿，请问美国研究指出什么时间点摄取零食是比较健康的 ？A. 吃午餐之前 ，B. 吃完午餐之后。
摄取零食还有健康？答案是 B， 是午餐。B 锁定之后，午餐前还是午餐后？如果健康的话，他这边讲应该跟血糖升降速度有关。那零食因为大部分会提升血糖嘛，那在午餐之后吃比较会减缓血糖升高。如果在午餐前就吃，血糖就马上冲上来了，所以那比较会影响健康。你有修营养学哦？有。不能错，你错会尴尬哦。有一点尴尬，应该在答对之后再讲。我是对修营养的。所以揭晓。恭喜小姐。吃时间吃这个食物的时间点呢，就是在晚间十点之后，都算是宵夜。但是这个时候很容易嘴馋，会想要吃一些零食。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在这个时候呢，在吃东西的话，会让你的身体的 BMI 指数增加，容易变胖，会有心血管疾病，也容易造成你的身体会有发炎或肠道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哦。所以呢，事实上呢，在这个午餐之后，如果你在下午嘴馋，你吃一点零食，比如说小鱼干啊、鹰嘴豆泥啊这些东西呢，反而是好的哟。因为呢，你吃这些东西之后呢，会让你在晚餐的时候也不会那么饿，就不会吃进太多的东西，也避免在这个晚上的时间摄取太多高糖高油脂的食物。那个刘璇注意一下，好，该你了。好，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不能提示的位置。好，请选择。很简单的三种组合，它在哪里？它在哪里？逻辑正确，很好，恭喜，聪明，但方向稍偏了一点。啊？运气不错，5000元，很好，不错也不错。好的，开始，楚雄继续把握机会。好，请朱赛婷。防晒喷雾比防晒乳更加快速方便，请问在使用防晒喷雾时，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A. 喷手上再涂抹皮肤。B. 每一个部位画圈喷。我的答案是 A， 喷在手上再涂抹。锁定。那是我个人经验啊，就是喷很容易会着重喷到另外一个部位。那如果喷在手上再抹的话，会比较均匀一点。防晒喷雾很多人在用，到底该怎么喷才是对的？请揭晓。每个部位画圈。啊！哎呦！这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哦，很多的人呢，他们会想要用防晒喷雾，就是懒嘛，就是不喜欢用这个手去涂抹的这个感觉。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男生他们在擦防晒的时候量都不够多，那特别是呢用防晒喷雾，我们常常就这样把它喷过去，然后也没有去把它抹它。虽然他也是说，免涂抹很方便，可是呢，当你这样撒的时候，它量太薄了，根本就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功效哦。所以呢，其实它到底该喷多少呢？你必须要喷一个部位哦，按压大概6秒钟。甚至呢，它会有一点那个，稍微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喷洒上去的光泽感，它的量才会是够跟足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要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先喷在手上，再涂抹上去。那其实这样是最保险，而且也够足量的方式。刘璇，请加油。好，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这次10000放在一个无法提示的位置，请选择。那就是100。恭喜100元。看一下答案，想想我说什么。继续答题，准备，请出下题。夏季海水温度比较高，是水母出没的季节。若在海边不慎被水母给蛰到的时候，哪一个方法是正确的呢 ？A. 浸泡热水。B. 用清水冲洗。我的答案是 B， 用清水冲洗。锁定。浸泡热水感觉比较危险，因为它的毒应该还是会被。伤口会被刺激，那清水冲洗应该不会对伤口的刺激比较严重，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为什么有人说要直接对他小便？那个可能是尿里面有什么消菌杀菌的东西的元素。那浸泡热水不是可以软化毒液吗？但是对于伤口的刺激来说，热水还是会加剧那个伤口的严重程度。气急小。
建议大家去海边呢，很容易会遇到水膜，一旦被蜇伤的时候呢，就会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休克等症状出现。那么提醒大家，之前会有一个偏方跟迷思，会认为被水膜蜇到的时候呢，可以用酒精啊或尿液啊去赶快去做冲洗，事实上都是错的。所以第一时间呢，是先用海水赶快大量的冲洗。然后呢，如果你遇到的是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箱型水膜的话哦，则是呢要浸泡在40度的热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方式。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是这个毒液当中有毒性蛋白，如果呢你让它浸泡到热水之后呢，就可以让这个毒性蛋白变异，所以呢它的毒性就会往下降，它就可以不会那么毒了。但是如果是遇到僧帽水母的话呢，则是要用这个苏打水的方式去做冲洗哦，那这样才可以中和掉它的毒液。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它有一些触手啊或者可以见的这个尖刺啊有在你身上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先移除，然后呢但是还是要赶快尽快送医哦。姿势准备，请注下底。透过足底压力的测试，可以观察出是否有足部的疾病。请问正常而言，脚底哪一个部位压力较大 ？A. 脚趾 ，B. 足跟。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感觉起来似乎是 B， 对不对？对。因为脚跟的力道很强。有在现场是说哪个部位的压力比较大？然后我想说，因为脚跟通常比较容易重心向前倾，很多人会重心向前倾。但是延伸出去的这个，我觉得承受的压力，我觉得脚趾头并不少哎。请揭晓。足部的压力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足部发育哦，同时呢，也容易会造成足部畸形。那一般来讲呢，我们的足底当中的压力承受最多的是两个点，那一个是足跟，但另外一个呢就是趾骨了。那这个趾骨在哪里哦？其实就是我们踮起脚尖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脚趾头有一个地方会被凹到的那个位置，就是趾骨。那所有的整个脚当中呢，它的压力承受最低的呢是在骰骨呢是比较类似在我们的这个脚的这个侧边的这个位置哦。那个骰骨呢，它一般来讲只有你是扁平足，然后又有这个走路足部外翻，才比较容易会造成骰骨的压力。命运奖金数是100到10000的分配组合，无法提示的位置请选择。但是逻辑完全正确，聪明，看一下，请注下底。根据医师的建议，请问每餐的进食时间应该要超过几分钟才能够让身体产生饱足感 ？A. 20分钟 ，B. 30分钟。我的答案是 A。A 锁定。超过20分钟，这不是很正常吗？因为吃东西也不会花太久的时间。然后消化不是越久越好吧？对，但是越久会再想要再进食。每餐的进食时间要超过几分钟，才会让你身体产生饱足感？请揭晓，是不是20分钟？恭喜答对。现在小外人吃饭的速度普遍都是偏快的哦，平均下来呢8到10分钟，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把你眼前的这个便当给吃完。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吃得快，你就容易胖。主要的原因啊，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受体素啊，是当我们进食之后的20分钟才会开始慢慢分泌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受哦，就是我一直吃，然后吃，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太饱的感觉，但是当你意识过来的时候，已经过饱，饱到很想吐。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反应会再慢一些。因此哦，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想瘦的话，更应该要细嚼慢咽，以及在饮食当中搭配大量的喝水，还有呢，每吃个就是一段时间休息个3到5分钟的缓冲，让它有一段时间让它给那个受体素先分泌出来，避免你过度的进食。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不能提示，请选择。看你的默契怎么样。恭喜1000元，有进步，有进步，只是加油哦！来，请出下底。
藏历奖是近年非常夯的水上活动，请问最初会开始站在木板上拿桨划水的原因是什么？ A 年纪大但是还想要追浪， B 遇难想尽办法生存。我的答案是 A。 A 锁定。很痛苦哦，很难抉择哦。但因为我有看到近期有人就是大概四十几岁、四五十岁的教练，然后他开始研发就是拿着立桨冲浪的，是近期，然后也是年纪比较长的人发，就是推办这个活动。我说会不会是这样？可是他趴板之前他一样可以滑得出去啊。可能手很没力的。OK。还是要打歌吧，追浪。就来帮你打歌啊！你以为哦，制作单位很用心哦，好不好？我们很有人情味了。真的，真的。请揭晓。年纪大还想追浪，恭喜大家！谢谢制作单位。水上活动呢，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不过呢，这个立桨的运动啊，大概是在1940年哦。当时在夏威夷啊，有一个呢这个滑水的教练，他是非常的喜欢冲浪。那因为年纪慢慢变大了嘛，那他觉得自己的体能不再像过去这么好，但是他还想追浪，所以他就干脆站在这个冲浪板上面，拿着这个立桨去滑。那旁边就有人看到之后呢，开始纷纷的仿效哦。甚至后来呢，有很多的冲浪教练在教学的时候呢，也干脆是在旁边用立桨的方式看着指导的学员，所以到1990年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正式的运动了。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无法提示，请选择。逻辑错误，非常可惜，1000元，逻辑错误就拿不到10000了，可惜啊！加油，子子，请出下一题。好的运动可以减少尿酸堆积，请问若想帮助身体排泄尿酸，可以多从事哪一项运动呢？ A 登山， B 骑单车。我的答案是 B。 B 锁定。为什么是骑单车？其实单车它感觉持续的程度比较久，都不太会下来，因为一直骑乘的话，可是登山它就会休息可能就不会继续排汗或是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你越讲越小声，你知道吗？对，这个很心虚，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请揭晓。恭喜大家。尿酸堆积呢，就跟你做的运动相关了。要告诉大家呢，有氧运动会帮你代谢尿酸，但是如果你做无氧运动的时候呢，则是会尿酸堆积，甚至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还会呢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哦。那哪些算是有氧运动？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说的骑单车啊、慢跑啊、做瑜伽啊，那这些呢都算是有氧运动。那无氧运动就包括了登山、仰卧起坐、伏地挺身、做重训、打棒球，都算是无氧喽。来，100到10000，10000放在一个不能提示的位置，请选择。为什么选5号？我刚才抉择这两个。恭喜10000元。再次，继续加油，请出下一题。国外媒体比较各项运动的选手平均年龄，请问哪一个运动赛事的选手平均最年长？ A 美式足球 NFL， B 美国职棒 MLB。 我的答案是 A。 锁定。就我觉得职棒很多很早就受伤然后退休。你知道在两边着装正集团的时候，在球往后丢，前面开始推挡的那个瞬间撞的那个力量，你知道是多大吗？像是被时速60公里的货车撞到，哎，而且职棒应该有40几岁的运动员，但是美式足球应该达不到40几岁，对，美式足球打超过35岁都不到40几岁。来，请揭晓，要不然我不会选 A。你看，
对啊，你这好可惜哦。这是根据国外 ESPN 的一个调查哦，你知道吗？其实在国外来讲啊，这个打美国职棒他们的平均年龄啊，反而是其他所有的职业运动里头呢最偏年长的，大概平均年龄呢有到29岁左右。而像是美式足球啊，还有呢这个 NBA 啊，大概年龄是落在26到27。那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这个职业运动基本上你还是要有年轻才有体力嘛。可是就让大家觉得最好奇、最有趣的呢，是这一些在做电竞的，他们现在也算是运动的一种。那反而他不用用到那么多全身的力量，但是他的平均年龄呢落在21、22，只要超过这个年龄，很容易就要退休喽。来，魏华轩，杰出世新校友，请助理。人类学及体育学研究发现，请问在比赛的时候穿哪一种颜色的衣服赢得比赛的机会会比较大 ？A. 蓝色 ，B. 黄色。我的答案是 B. 黄色。助理，黄色的赢的机会大。因为我想说黄色比较亮嘛，然后会就是有一种，因为环发都是第一名都是穿黄衫，然后我想说可能代表胜利吧。哦，环发赛，对啊，自行车环发赛。你想到这个，你好聪明哦。但是我也有一点点不确定。请揭晓。这是根据国内外的人类学还有体育学他们的共同的统计哦，结果发现呢，在这个体育竞赛当中呢，如果当实力都差不多相当的时候呢，当这两队一队穿蓝色一队穿黄色的话，平均来讲呢，蓝色获胜的几率比较高。可是对于所有的运动选手来讲呢，最适合穿的颜色事实上是红色，它的得胜几率应该要是最高的，因为呢，穿红色的时候呢，容易让我们的心跳加速，整个人比较亢奋，所以有助于在做一些体育上面的竞赛。祖雄。把握最后12秒，答对他，谢谢，好不好？你们已经被知识他们超前了，太难了，加油、哦，请出最底。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 NBA 球星会将袜子的最上面一截反折，请问原因是什么？我的答案是 B， 为了要遮住商标 ，B 比较不会滑落。我的答案是 B， 对，立，刚刚好，反折就不会滑落吗？对，为什么？我自己有踢足球，然后。如果把袜子拉太高，它会慢慢缩回来。那反折的话，应该它就比较不会改变它的高度，就是它的到卡到哪一个位置。应该是的，来揭晓。应该是这个答案，有运动都知道。其实原因啊，是因为来自在2017到2018赛季的这个时候呢 ，NBA 他们跟 Nike 有签了一个8年10亿美元的长期的赞助合约，所以呢，那个时候在 NBA 里头很多的球星他们穿的东西呢都是有 Nike 的商标的。但是问题是，这些球星他们平常本来就有接外面的这些运动品牌代言呐、啊，所以他们可能球鞋穿的是别的牌子的，那这时候就会非常的尴尬了。为了避免在代言上面的抵触，他们索性呢就把袜子上面这个 Nike 的标签把它折下来，就不要让大家看到，否则这个他的这个厂商代言的球鞋厂商看到他的球鞋上面穿别家的袜子，这像话吗？结果没有想到，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这反而变成了一种流行，大家就开始跟着学了。第一阶段 round one， 目前的奖金，魏华轩跟车小爱这位一日双塔的女神没有开张，祖雄跟刘璇5100元，芝芝和水风兄芝芝风风12100元，恭喜暂时领先，只是暂时领先。我换，来，请起立。你要让车小爱的家人知道他有来的。对对对对对。打地拳现在来到芝芝的身上。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